好，亥月超香，亥的写法是马字旁，所以呢偏旁就不能写太大，让横画再往这边带，往这边往右上，再往右上，再有一个跨马的勾上来，从这里移画下来，再弯接到这里来，点往右上写，这样飘上去，点接点长点按下来，免得这个重心不稳。好，亥月，月呢是竹字旁口这样写，然后从这里过来挑一点出去就好了。好，这样过来往上提。一二，这样撇过来，拉直，往这边带，直了下来。一二三，亥月超香，超左字旁，往左边带，再往右边，好，捺撇出去，但是不能完全离开哈，好，口。往中间过来啊，好，香依然是马字旁，那我们写一点一横，然后呢，一个左点再一个右撇，一个撇，好，两竖先下来，一往上面写，让它紧凑一点，好，三画，然后从上面再撇出来。直的往右边上面写，然后撇下来，再按长点，超香。猪斩贼盗，猪言字旁，点还是点右上角啊，一二三，扣，这个是言字旁比较严谨的言字旁，往右上写，直的下来往。左右下再往上写，好，出来，长点出去，有一点背势啊。好，展一个车旁，往上，然后横的往上，竖画略微的上挑一点点，好，撇，然后靠过来。然后长一点点出去，然后呢，再拉下来往外，展贼背旁，这个背要写窄一点，然后横画先写，可以写成这样，再来一个戈，拉长一点，好，这个竖画写下来直的，然后横画往前带，再把它带回来。点回收，这个是一个笔顺上一个连带哈。好，到上面写短一点点，因为等一下底下有米。好，稍微长的点，好小，往右上写，按一点一撇，往右上写，封口回来。好，捕后盼王，捕手提旁按。上去，挑上去，一横往下直的，